喂喂 ，Hello，Hello， 大家好，今日系2021年10月30号，哇，呢个人咩事啊吓？即系话说啊，大家都记得佢嘛？就系新加坡菊花台杨冠华啊，有啲人就叫佢华基，咁有啲人就注册咗商标啊，呢个华基正能量啊嘅呢个派头，即系话系佢哋叫开先嘅啊，咁唔紧要。咁啊，话说呢个华基咧啊，最近竟然啊吓，即系其实而家嗰个局势 大家都知啦，但系似乎都系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即系《红楼梦》入边其中一句啦，讲紧嘅就系王熙凤。事实上虽然各方都有意竞逐，个个都含苞待放，而林郑月娥最近系用嘅方式，即系我有少少怀疑咧，佢喺楼梯嗰一夜大家话唔小心啊，唔系。我估佢唔小心啫，因为唔似郑若骅嗰隻嘛。但係我漏咗一样嘢喎，佢可以係 intentionally 咁做㗎噃。咁当然啦，之后似乎即係大家都知道呢个女人同呢个女人个老公，仲有呢个女人个老公个仔个关系系点㗎啦。而大家成日讲呢个女人个老公喺回归晚宴等等嗰啲场合放窿面包咁嘅款，而呢个女人似乎亦都觉得有几分嘅罩忌噃，可想而知呢、这个咁样嘅女人呢係好留意网上嘅风向㗎噃。咁当然就係为咗佢嘅连任大计啦。如果我哋话唐朝时候有武则天嘅话，佢又想佢最多咪慈来的千禧慈禧嘢，不过俾面咗佢因为话说呢慈禧其实都系功于心计，再加埋要维持满清皇族嘅特别待遇，所以当其时咧千方周全万方设计，但老佛爷就最后搞出个大头佛，而呢个女人呢极有机会，极有咋吓未必系嘅，咁系 intentionally 有动机、有预谋、有组织咁样嘅设计咗一幕下衣饭盒案噶你睇下我只手几咁受伤。你睇下我嘅心冇人想睇佢嘅心唔該。行开，我猜，总之即系我唔知啦佢会唔会有留意到？自从佢闭关自首之后咧，不过闭关咗一日啫喎，跟住动翻出嚟。好多人呢舆论嘅方向就係第一就祝福佢啦点解祝福佢，即係祝福佢有呢个假期，最好呢去到千秋万世到佢瞓低咗嗰日为止此为第一个祝福。第二样祝福你要有呢个假期，当然嗰隻手就希望佢咩都有齐啦可能係神经线有啲事有得闲种种地发下炎咁 perfect match 啦，咁但係即係呢个女人呢自从喺网上搜刮咗唔同嘅舆论方向之后呢第一时间就动出嚟同你讲乜嘢我收到好多嘅慰问，你可唔可以将啲慰问呢贴晒出嚟俾其他人睇下边个慰问你话说老董依家喺马丽都冇乜人探佢咋噃。咁同时间金镬就唔需要去巴结嗰啲香港人啦，所以亦冇出现过嗰个500蚊嘅谭黑盖。今回出现嘅就係呢个我隻手冇错啦，卖惨惨唔系卖惨。咁但系大家都知道第一时间既然网上嘅风向系咁，甚至乎啲天空的蓝系噶，之前就话阻住搵食我一早都话啦，最阻住你搵食嘅系边个？咁结果嗰堆天空的蓝最近呢似乎嗰、那个针对嘅方向呢就转咗做林郑月娥喎。呢啲国安法系拉得噶吓，咩煽动市民跟住对特首有啲不满各样嗰啲，喂。佢在任都为之特首喎、哦。咁当然啦，大家都知道国安公署呢啲头文字 D 嚟㗎嘛，係玩漂移嘅。咁所以可能东方日报杨冠华嗰啲呢，基本上佢哋无论点样喺度有啲咩争拗，国安公署都系听之任之。咁但系呢样嘢会长期存在㗎喎。好简单，即係因为呢佢哋唔制造呢啲咁样嘅争拗纷端咁博取唔到表现㗎嘛，咁所以係必然会制造嘅。而市民亦都乐于见到呢啲叫乜嘢谭耀宗就咬返谭耀宗嘅骨，奈何即係通胀已经逼到埋身啦，所以万里望花生嘅涨价呢有几多成係因为消费券嘅关系，又有几多成係因为完全嘅通胀呢？咁呢个答唔到你噃。总之有冇花生代替品大家。咁话说香港嘅
电影院啊，即系除咗长津湖之外嘅，咁啊左审右审。咁试问嗱，大家都知啦，去电影院就不外乎啊，即系都冇啲亲子活动嗰啲噶啦。咁好多时咧啊，就系识男女朋友啦，又或者啊系去联谊，即系夹埋啲同学啊朋友仔啊一齐去睇电影。食饭唱 K 宵夜直落呢样嘢啊，久违了咯，即系好似已经有两年啦。如果啊系嗰啲蒲精嘅话咧，话呢两年就真系辛苦咯。而如果啊你因为冇戏睇嘅时候啊，要入电影院睇一套长春湖啊，搞错咗系长津湖。即系嗰两对男女啊，会系啲咩人士咧？会唔会系杨冠华类似嘅物体咧？嗱呢度啊。好睇个台戏係啦，唔使入电影院啦，都话啦，一个咁样嘅订方啊，你要 do 安心出行先可以去睇戏㗎噃，咁咪唔好睇囉，係咪要 do 安心出行啊先可以入街市㗎噃，咁咪唔好去街市囉，网购囉，要 do 安心出行啊先至可以入商场㗎噃，唔好出去商场囉，都系啦，网购啦啊，做呢个心归呀，真系啊，而家变咗隐蔽嘅少年又好，青年又好，中年又好啦，对少年青年嗰啲就唔系几好啦，可能因为不过唔系噶噃，佢哋啲资料就唔系好值钱嘅啫。哇，咁但系佢哋同你有关系啊嘛，万一啊攞住个靓 can 嘅刀逼过嚟啊，问你索取一啲财务嘅信息，你又系俾定系唔俾呢？啊，未发生住啊吓，讲翻呢个杨冠华事件先。咁啊，话说啊，大家都知啦，佢又成立咗个叫做反对林郑连任嘅大联盟，列五大原因啊去反对佢嘅，反而撑嘅咧啊就系、是、呢个梁振英啊，再加埋邓炳强，即系撑维式啦。总之啊，唔系嗰啲唔系叫维式，嗰啲叫大包围，即系是但一个中都有佢份啊嘛。总之啊，就系、是、浪林郑啊，浪字用个浪 carry election。即入閘都唔好啦，咁样我其实又唔明反对连任嘅意思系乜呢啊，即系想造成一个声势，咁等嗰啲选委啊，喂，但系嗰啲系宣咗誓嘅选委嚟嘅啫嘛，咁所以杨冠华去做呢坛嘢，咁又 OK 噶噃啊，俾佢博到一个叫做喺夹缝中生存，即系因为佢已经籍籍无闻咗好耐啦，喺夹缝中生存啊嘅一个诱因啊，好简单，第一样嘢就系咧国安公署啊，佢试咗几轮噶啦，就唔会找佢悔。既然如是，做下政治投机分子都好嘛。而呢一镬我谂好多人，包括即系经常想林郑连任唔到嗰啲啦，都一直有个阴谋论嘅，就系、是、哇，佢会唔会又系董建华式啊？咁啱董建华又俾人推咗入厂啦，会唔会系董建华式咧？啊，嗰只右手咁，所以咪引出呢啲咁样嘅牛鬼蛇神咯。于是乎啊，呢度先搞笑啊！佢话呢份工作吃力不讨好啊，当咗系反对派啊，但系作为一个香港嘅市民，我受够啦，我忍够佢啦。咁同埋改埋名喎，原名系华基正。能量情报交流组织，即系好似超人迪迦嗰啲咁，佢个造型都好似抄咸蛋超人喎，真系。咁以正式更名变做反对林郑连任大联盟群组啊？咁如果你讲反对林郑嘅话咧，啊，仲有其他联盟噶，唔系应该话仲有其他群组啊，都系有关呢个林郑噶，同名啊，撞名啊。Anyway， 佢就话以自己嘅政治角度去睇，哇，即系佢同埋何志刚嗰啲啊闹咗交啊。嗰啲政治角度啊，即系冇角度嘅啫噃，风吹去边边咪摆去边咯。佢话林郑月娥对特首跑马仔充满信心，哦，跟住佢就话作为一个香港市民受够啦，即系佢好惊。嗱，你小心啊吓，而呢个女人啊嘅嗰个性格你今时今日玩啲咁样嘅嘢啊？不过即系屈永贤嗰啲都未有事啦。佢就话林郑治下，香港方面啊，各处都出现大倒退。但你又知唔知道林郑月娥忠心耿耿啊，一直为中央推行嘅政策啊，获得中央嘅指示，边有人好似佢咁尽心尽力 ？CY 都冇佢咁尽力。如果唔系，点会劝退 CY 啊？跟住人走茶梁振英，然后啊就变成呢只咁样嘅林郑月娥。咁另外有样数据又系唔准。
準確嘅。佢就話林鄭月娥嘅民望咧啊，只有不足3%。另一個都係唔準確嘅。佢話最高嘅反而係梁振英、鄧炳強、何君瑤、何君瑤添啊，仲有咁又講到啊，唔希望中央錯判，誤以為咧林鄭月娥係獲得香港市民支持。哇！今時今日講啲咁樣嘅嘢，咁第一我唔覺得中央係錯判，第二啊你咁叻你走去上訪啊嘛，第三你信唔信佢嗰句啊？即係話乜嘢？誤以為林鄭月娥受香港市民支持，乜而家呢啲嘢仲有人信㗎？不过另外啊，佢透露咗嗰样嘢就系话咩，无论黄定蓝啊，都有大量嘅嗰啲冤屈啊，哦，即系去指721嗰啲啊，佢哋嗰啲人唔应该有事噶嘛。哎，佢嗰样嘢佢唔讲又自可，一讲我又谂翻起嗰个阿伯喎，系我啊，点啊？啊，跟住俾人塌咗，就系、是、呢个啊，华记啊，可能就系因为咧失去咗大量嘅 fans 啊，咁样善人一伙，于是乎就谷啲嘢出嚟搏收视啦。啊，最重要嘅搏唔搏得起，搏得起喎、啊、喂。条片有110,000人睇啊，似乎只要咧啊，你攞林鄭月娥啊呢嚿咁样嘅嘢，即系呢个女人啊摆出嚟，叫其吶喊一番，总之啊你系三反五反，系压惊水嘅时候咧啊，基本上都会有翻咁上下嘅收视喎、啊。唉，咁唔使揾佢啦，啊揾即系嗰啲叫咩啊，直播铜锣湾鹅颈桥打小人咪得咯，就系、是、咁样样。好，今日讲到呢度。